大家好，这节课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关于性能测试的核心原理。前面我们已经对性能测试一些基础知识呢有所了解，那么现在就要来看看到底性能测试是怎么一回事啊？性能测试使用的这些所有的技术手段，它的基于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和本质到底是什么？这门课程呢，对我们后边对于性能测试的技术包括工具运用的一些学习呢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很深入的去理解性能测试这个东西。那这边啊，我先给大家把性能测试核心原理的三个关键节点先给大家理出来。第一个呢，基于协议；第二个，多线程；第三个，模拟真实场景。那么我们来看看啊，所谓的核心的东西呢，其实就这么三点，一共加起来就这么十来个字。那么这十来个字直接决定了我们后边的所有的性能测试的技术和相应的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这些性能测试工具，它们都是基于什么样的一种底层的设计原理来对性能测试进行设计的。那首先来看看第一点，基于协议啊，这个怎么理解？前边咱们也学习过 Web 测试的一些东西了，包括呢协议部分的一些知识。那为什么说性能测试的核心原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它就是基于协议的呢？那首先我们就需要理解，除了一个软件产品啊，一个系统除了说协议以外，它还有哪些基本的元素？除了基于协议以外，事实上呢我们还可以基于界面，还可以基于代码。界面决定了和前端和用户进行交互的东西，协议呢决定了前端和后端之间通信的机制，那么代码呢即决定了后端的东西。其实这三个层面呢，三个不同的角度才能够完完整整的构成一个软件系统。那为什么说我们说性能测试它的核心并非基于界面也并非基于代码，而是基于协议呢？这个主要是要从我们性能测试的本身要解决的问题来说起。咱们的性能测试啊，我们这门课这门大课所讲的性能测试，它呢是一个性能测试大环节当中一个特别的架构，那就是呢网络架构，或者说啊网络的分布式架构。咱们对一个软件产品的性能测试其实有很多层面，比方说我们本地的一个单机的应用，我们呢也会去考虑它的性能，考虑这个单机它对 CPU 的消耗，对内存的消耗等等。比方说我们本地的 Word 呀 Office 呀写字板啦，包括啊咱们的这个思维导图这些工具，它其实都是属于单机的应用。这些单机应用的性能测试呢，它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看看它的这个 IO 读写的这个速度怎么样，然后呢这些一些操作的一些算法设计的合不合理，对资源的消耗严不严重，其实也就考虑这些东西了。而我们这门性能测试大课所讲的所有的性能测试的方法技术和工具，我们都是针对网络分布式架构的这些软件系统来进行假设的，以这个为前提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后边的一些操作演练或者说实战，那么都是针对网络应用系统啊，这一点呢首先请大家明确，跟单机应用是无关的。但是我们其实讲后边我们对网络应用系统的一个学习已经了解了，再去了解单机应用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能够理解的。单机应用除了我刚才讲的像电脑上的这些工具，包括我们手机上也有很多单机应用程序，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手机的跑分。手机跑分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性能测试的工具，但是呢它是跟网络是无关的，它测的就是这个手机上的一些硬件性能，或者说呢操作系统的性能，那么看看它能够达到多少分。手机跑分本身这种场景啊，大家应该说都接触过，或者说你现在呢马上就可以去下载一个手机跑分的一个应用来看看你手机的一个评价怎么样。这种呢都是属于单机应用，这也不属于我们这门课需要去研究的范畴。我们要研究的呢是基于网络，那么基于网络它就一定有一个核心，就是网络协议。网络协议呢是构成一个网络系统的一个核心的体系，
没有网络协议，没有这种通信，那么谈不上网络应用。所以呢，我们的性能测试毫无疑问，它的落脚点也会落在对网络协议的一个运用上。 OK， 这是第一点，关于基于协议。我们呢只需要记住啊，前面四个字就可以了，性能测试核心的原理它是基于协议的。前面我们学外部测试的时候，其实也让大家做过一个练习，就是呢去模拟给咱们的论坛灌水，发很多很多帖子，包括我们也看到过啊，怎么样去给飞秋不停的发消息，让飞秋崩溃。其实那个呢，除了让我们去理解协议的一些工作原理以外，本身呢它其实也是在为我们性能测试的学习打基础。咱们的性能测试其实最核心的东西呢，就是通过发送协议数据包，不停的给服务器发请求，让服务器呢承载很大的一个负载压力，这样来看看我们整个过程当中对于带宽啊，对于 CPU 资硬件资源的消耗啊等等，对于这个从客户端角度来看它的响应时间的快慢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基于这个最核心的本质协议。 OK，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多线程。怎么来理解多线程？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什么是多线程。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人的大脑，事实上呢应该说 99% 的人，我们的大脑都是属于单线程的。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呢我们应该说有一个最传统的一个实验啊，最经典的一个实验，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同时进行，99% 的人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啊。也有一些啊这个比较牛的人啊，或者一些这个天才，他们呢能够做到左手画圆左右手画方同时进行，99% 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呢都是单线程模式，同一时间只可能会考虑一个问题，或者说只能呢去解决一个问题，这是单线程。好，那么多线程呢当然就是与之对应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电脑的 CPU 那就是多线程。那面相对人的大脑这种单线程的这种处理方式来说，我们电脑的 CPU 呢它为什么是多线程呢？事实上电脑它既可以同时左手画圆右手画方，还可以呢这个左脚走路对吧，右脚呢再做点别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比方说我们的电脑，我们可以边听歌曲边上网边写代码边打游戏边看电影，都可以同时进行。特别是现在我们的电脑呢 CPU 都是多核的，那更能够做到多线程，同时做很多事情。这是电脑 CPU 啊跟人脑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区别。那么我们这边讲的多线程呢，其实呢也对应的就是跟电脑 CPU 的这个多线程是一个概念，它就是它同时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为什么这个跟性能测试的核心原理又有关系呢？因为我们要去做性能测试，首先啊，为什么会有专门的性能测试的技术出现？那么我们性能测试到底应该怎么做？事实上如果我们理解了性能测试最传统的一些做法，大家就能够理解啊为什么我们需要多线程这个东西了啊。传统的性能测试做法是怎么做的呢？简单一句话，找很多人同时操作。因为我们讲咱们这种网络的分布式系统呢，它为什么需要去做性能测试，就是因为我们很难确定到底会有多少用户在使用这个系统。我们呢要去做性能测试的目的就是确保测试完了以后，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套系统这么用这样的硬件配备，它同时能支撑多少用户来访问来使用它。然后呢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系统基于这样硬件达不到要求，那么我们呢要么去优化我们的系统的性能，要么呢就是去增加我们的硬件配备。当然增加硬件配备这种就是简单用钱就可以搞定的事情，这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我们有更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呢，是怎么样去优化好我们系统的性能。所以啊，其实顺便也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好的程序员，一个优秀的程序员，
他很多时候他写代码要关注他算法的性能，关注他的算法的处理速度，而不是单纯的只是把一个功能实现了。这就是啊，这个高手和菜鸟的区别。菜鸟那可能就是写段代码，功能实现了能用就行了，性能好不好无所谓。而一个高手，他很多时候都在考虑怎么样让这个性能更加的优化，更加的处理起来更加的快，占用的资源更少。这是高手和菜鸟的区别，并不是说高手和菜鸟的区别并不是说啊实现了多么复杂的一个系统，做了多么复杂的一个系统，这都是代码的累积，或者说呢简单功能的累积，这个是区分不出高手和低手的。关键的就是这些算法的核心设计上面啊。当然这个有点题外话了，那我们回到正题上来。我们传统的性能测试怎么做呢？因为我们做测试都是在产品正式上线之前，产品正式运营之前，我们内部研发阶段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很难去找到这个真实的用户来帮我们去测的。当然大家也肯定也听到过啊，一些这个游戏厂商以前会做这个游戏的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测试，比方说 beta 测试，免费试玩，对吧，免费公测。其实这些呢也是为了说让我们更最原始的最这个真实的用户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些这个软件产品功能的性能方面的稳定性方面的一些测试。但是很多软件我们很难说短时期内，其实游戏是个例外啊，因为有很多玩家大家可以免费来体验免费来玩等等，甚至还有很多优惠的活动。但很多软件特别是一些传统的软件很难做到这一点，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找到很多玩家或者和很多用户来帮他进行一些测试。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内部来测，那内部来测呢就要找很多人同时操作。那有可能你在传统的性能测试做法你会看到很多啊很搞笑的场面，就是呢一堆人啊每个人一台电脑在这边呢开始做好一切准备，然后有一个人吹一个口哨说同志们开始测，好，然后呢大家就开始点一个按钮开始做事情。但这种场景你们肯定不会见到过，因为呢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做法，或者说这种做法太劳民伤财太劳费人力资源了。而且我们能找到多少人呢？好一点的公司几十人几百人上千人的都是大公司了。我们也如果要去模拟上万人怎么办？模拟十万人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一定需要用电脑来帮助我们完成。那我们电脑又怎么来模拟很多人操作？这其实是性能测试另一个很重要的点，怎么来去模拟很多人来操作，就是给服务器发请求，导致服务器呢这个死机，导致服务器崩溃，或者导致服务器呢响应慢等等。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啊，服务器最大的承载能力最大的负载量也就这样了。那我们怎么能评估出来这些最大的负载量，怎么能知道在这种大负载量底下我们的系统的一些性能是怎么样的呢？那就是要想办法模拟出来很多人同时操作啊，只能模拟，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么多人。那么就通过呢多线程的这种技术模拟很多人同时访问这个系统。比方说我们要去做登录，我呢可以用一个人一台电脑去实现登录，但是达不到性能测试的目的，最多就测试功能可不可以用。而性能测试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并发很多用户来做这个登录，看看系统能不能承载。那么用多线程的方式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一台电脑的 CPU 它可能能够同时并发500个线程1000个线程，那我就一台电脑就可以模拟500个人或者1000个人了，每一个线程呢他们都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并发的效果。那么如果要模拟10000人呢，我们不需要找10000个人来，也不需要找10000台电脑，我们可能找10台电脑20台电脑就足够模拟出10000个人的这种性能测试场景了。所以啊，核心来说需要多线程的目的就是模拟负载量，模拟用户的负载量，用户的访问数。通过这种多线程的技术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种多人同时操作的这个难题，这样呢让我们的性能测试能够顺利的开展起来。当然另外一方面啊，咱们的性能测试在这个研发阶段测完了并不代表说上线以后就不用再去关注它了。我们上线以后，因为上线以后是更真实的用户，他们呢能够更真实的告诉我们这台系统的性能情况，所以我们呢上线以后我们都要实时的去监控，实时的去优化。这种监控优化
其实呢跟我们在研发阶段做的性能测试很多东西都是一致的。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呢要需要有一些风险预警的一些机制，比方说带宽太快到这个瓶颈了，我们要去增加带宽，然后呢这个硬件快到瓶颈了，我们呢要扩大集群规模啊，或者呢使用云计算的可伸缩的云计算平台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在呢咱们的这个云计算的虚拟化的这些平台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了硬件资源的问题和带宽的问题，所以啊，反而是我们现在所开发的一些应用系统还真不用太过的担心硬件层面的这个性能问题，大不了就是花一点钱，而且通过这种云计算的虚拟化的平台，比方说啊，网络上现在有很多云服务器我们可以去租用，它的价格也不贵，我们所以反而现在我们做性能测试目的是要一方面评估这个系统到底性能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支撑我的业务量，然后需要什么样的硬件配置才能支撑，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我们呢想尽一切办法通过软件和算法方式去优化我们的系统的性能，反而呢这些东西是更有技术含量的东西，这不是单纯通过钱可以解决的。 OK， 这就是关于多线程它的一个主要作用，能够模拟很多人同时操作。当我们能够发送数据包，同时呢又能够通过多线程模拟很多人操作，基本上呢我们就可以呢构建起来一套这个很完善的一套性能测试的实验环境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做性能测试了。但是开始去做性能测试并不代表我们就能很好的去做好性能测试，或者我们测出来的这些数据都是这个正确的可靠的是可以参考的，这个不见得。这个呢是我们性能测试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更有技术含量更需要经验的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性能测试还需要去想办法去模拟出来用户最真实的使用场景。前面两个它都是技术问题，而后边这个我们讲它是性能测试不是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当然了，我们有一些技术的指标可以来更好的去告诉你怎么样去模拟性真实场景，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这种呢也只能是说是业界一些通用的一些标准，不见得是完全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些系统的。什么叫模拟真实场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第一个登录啊，很多系统都有这个功能，大家也不陌生。真实的用户使用场景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用户都在同时登录呢？肯定不是，有些用户早一点登录，有些用户压根就不登录，有些用户登录了以后呢又在做别的事情，但是他是不是同时都在做这件事情？肯定不是。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做自己做性能测试，我就设计出来很多用户同时在做登录这个操作，那毫无疑问测出来的数据跟我们真实的数据是不一样的。真实的情况不是所有人他们都能商量好，因为他们分布在各地，他们是没有办法商量好说同志们我们一起去登录，除非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呢有黑客在攻击我们的系统，他呢控制了很多肉机，控制了很多电脑，同时发起指令给我们做什么发请求啊，唯一是这种情况。但这并不是我们测试本身这个技术层面去关注的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真实的用户，他们呢都是可能啊按照自己的意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登录不是所有用户同时在进行，发个帖子也并不是所有用户都在进行，等等啊诸如此类。那这是第一点。比方说第二点，我们的用户呢随时间的不一样而有多少的差别。比方说像我们假设提供的，比方说像淘宝网，它更多的提供的都是华人或者说中国人在使用，那这个时候中国人呢我们大家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我们晚上肯定用的用户很少，早上刚起来那我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就去淘宝上买东西了，那么有可能呢是中午的时候，中午午休的时候，或者是下午下班以后晚上的一段时间，那毫无疑问他们的高峰期一定是在晚上或者是中午啊，晚上可能更多一点，对吧？很多特别很多女同胞就喜欢晚上躺在床上拿着一个手机，对吧，慢慢逛一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用户他的这个访问数量他随着时间的不同他也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我就设计一个场景，那就是啊每
不论什么时候都是这么多用户，那这种场景访问出来得出来的性能测试数据跟我们真实的情况的数据，那肯定也是啊有天壤之别的。那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情况，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需要去模拟，尽可能模拟用户真实的场景。用户访问的时候有可能是一种啊有波峰波谷啊一种波浪线的一个数据量，那我们呢尽可能就要模拟出来那样的一种情况。那当然这都是啊比较严谨的性能测试。事实上不瞒大家说，现在在很多企业里边做性能测试并没有考虑的这么细，无非就是弄个功能对吧，然后呢模拟很多用户访问一下啊，很多用企业都是这样做一些很简单粗暴的事情，得出来的数据啊不瞒大家说都是不准确，而且非常不准确。而我们现在呢整个国内的大环境来说，就是啊企业非常缺性能测试的一些高手，能做点性能测试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把性能测试能够搞明白，彻彻底底搞明白，而且呢能够得到最准确的一些性能数据的这些高手，能够设计很好的场景，并且对指标有很深的这种分析的这种思维的人是很欠缺的，非常非常欠缺。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大家能够真正把性能测试这门课程能够研究透了，真正研究出来一定的深度，有自己一套很完善的思路，你就是高手，你就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所以啊，这是性能测试这门课程，我们讲它其实也是整个软件测试里边非常具有技术含量的一个这个技术了，而且有很多东西它还不是纯粹的技术能够解决的，需要靠我们经验的积累和多个大规模的这种系统性能测试的一些实战经验而得来。模拟真实场景还不单纯只是这些，后边呢我们还会结合着工具专门来给大家分析怎么样去模拟真实场景，到底在哪些方面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那么因为今天这门课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最核心的这个原理，核心的原理呢就是这三点，前两点呢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其实我们所有的基于这种网络应用的分布式系统的性能测试工具，他们开发这套工具的原始这个理论依据就是这两点啊，所有工具都是没有例外啊，请大家注意没有什么例外。所以我们理解了这两点，也就理解这些工具到底是怎么做出来了的。这些工具因为我们后边会看到很多工具啊有很多花枝招展的功能，让大家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你可能很容易沉迷到这些工具的应用当中而忽略了它的本质。然而呢这样你怎么做你都会发现，哎，为什么这个问题我就是解决不了，而一问别人呢好像别人都能告诉我怎么去解决的，我就是达不到那种状态，就是呢灵活运用的一种状态，就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理解它最本质的东西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咱们呢要成为一个技术高手，这些基本功的扎实的基本功远比你会使用一个工具要更加重要。那么再一个层面来说，就是我们即使我们理解了这两点技术，即使我们不使用工具，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去做性能测试了。现在啊，国内很多一些大企业或者说技术沉淀很好很不错的一些软件企业，他们根本不会太多的去借助第三方的一些工具，都是自己来研发这种性能测试的一些脚本，性能测试的代码研发出来作为自己内部用专门的一些性能测试工具，完全根据企业的一些业务逻辑和系统的一些功能层面的东西来做更有针对性的一个研发。当然这个层面的研发工作啊，我们呢也会有很多企业会招聘专门的这个岗位啊，这个岗位呢叫做测试开发工程师，大家呢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开发我们企业内部自己用的一些所有的性能测试工具，也不单纯只是性能测试了，我们的自动化的功能测试啊白盒测试啊接口测试协议层面的测试，甚至呢测试框架啊持续集成的一些测试框架等等，很多很多都是我们自己来研发。那自己研发的前提就是我们都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了，要不要工具其实都是其次的了。后边一节课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专门去讲一下对吧，如何使用代码来实现一个性能测试，希望通过这个代码呢能够让我们更深刻的去理解这两个技术层面的一个核心。好，所以呢如果大家对多线程不了解的，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呢多去了解，如果对网络协议还没有特别熟悉的，建议大家呢在 Web 测试课程里边再去学习学习协议层面的东西，然后呢 Web 测试里边关于协议层面的一些练习呢一定再去跟着做一遍，才能真正让我们从根上去理解性能测试，在后边做很多设计的和实施的时候呢
遇到一些问题，你都会发现其实很容易去解决的。好，那么第三点呢，那纯粹就是从性能测试实施的角度来给大家讲的核心了，就是我们要去怎么样想办法模拟出来真实的场景，让最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得出的这些性能测试数据是准确的。因为我们得出数据以后还没完，性能测试我们得出数据了以后还要去分析它，还要去找到它的问题所在，找到它最关键的问题，然后呢去把它解决掉。那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场景就没设计好，得出的数据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后边再怎么分析答案都是错的，方向已经错了。它不是技术核心，但是呢它是我们性能测试里边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其实前面两个通过技术都能解决，反而是这个是完全不是说技术能解决的。有时候我们也在感叹性能测试其实根本不是一门技术，对吧？你会在很多场合都听到他会告诉你他所从事行业是一门艺术，对吧？性能测试是一门艺术啊，我们都是艺术家啊，我们都是玩艺术的。因为这些东西真不是技术简单粗暴就能解决的问题。希望大家啊认真的去消化这一节课的一个内容，然后呢真正去确保你是已经理解它了的，好吧？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先到这儿，谢谢大家。